观众怎么全部都已经广东人了？来。
啊，不傷無味啊，食咁味嘅，幾酸啊！但係話照交換禮物啊，交換禮物啊，咪已經交換咗，你未俾翻佢啊？佢忘記咗攞邊個？係啊，佢唔需要啊，因為冇買嘅。下一站南朗山大熟食市场黄金分站。其實冇街市嘅，即係佢啲熟食都冇。
你覺得好笑啊？而家好少人叫人上屋企啊！你話我上邊日食飯，我哋話上屋企啊！你哋話點解好少人叫人去屋企噶咯喎？去自己屋企噶咯喎？係咩？你係咁講嘅，我聽錯啦，有啊，幾多？係通常都少啲咯。點解好熟嗰啲先會咯？请您过往箱再见。